徐州两个洗衣机啊，涨了一层啊，就找来吃吧，哥。喏、哦，那我对个啷个？工资啷个又不多嘞？我那边多个女多个男些是给洗衣机服务，那找妄想城的男儿男些。其实我经常关注外面的这些吃的地方，然后呢，看了半天呢，我觉得就是说这个生意就是比以前这差很多。就是我会关注同一家店，去年什么情况，今年什么情况，我会看，就是同样的几家店啊，就是附近的，看下来好像不是特别好。那么我也会打听一下，就是，因为比如说我是网上带货的，就照理说，我这个东西目前来说还是可以的吧，但是现在也不行，啊，然后呢，我还问了问，就是跟我合作的一些商家。也不行，然后呢，再看了看，就是那个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，他是在顺丰里面做的，他说就是这个业务直接减半，就是从他直接，他这个数据应该是最能够反映情况的，所以呢，就是感觉不是特别好，但是呢，也没有办法，忍一忍吧，这个也没有办法。大家看啊，现在实体店生意真的太难做了，都下午六点了，他们家也没人。现在这个看到的是苏宁商场的两楼啊，靠这一边啊，这三四家店铺现在都空关着，那上面看到也写了那个招数电话。那今天是礼拜天啊，三楼四楼其实也没什么人。整个商场看起来现在是一点生气都没有，非常的冷清。那原来也是挺热闹的。对待这种事情，大家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啊！孩子爸爸已经失业五个月了，去年十二月从外地回来，到现在只工作了一个月。他也在多个平台投递过简历，给人家发过信息，不是已读不回，就是人家看都没看。好不容易一家公司联系他，通知他过去面试，结果说他年龄大，学历要求本科以上，而且他们也是看过了他的简历才通知他去面试的。去了以后又说不合适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其他原因。本来想着凭自己十几年的工作经验，换个工作肯定没问题，真没想到现在找工作的门槛这么高。经济上的压力加上又失业，有时候心情也会很烦躁，难免会发生争吵。也不知道今年是怎么回事，可能是受大环境的影响，好多公司不是在裁员就是不缺人，真没想到工作这么难找。我说实在不行就去学个手艺吧，他左算右算，反正干啥都不赚钱，也想着去送外卖，他联系了一下，结果连送外卖的也不招人。年前我带的那家塑胶厂效益不好，也裁员倒闭了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，因为要接送小孩上下学，好多工作时间上都不允许。朋友给我介绍了去干手工活，一天手速快了可以挣八九十块钱，可以补贴家用，可他也不让我去，说就让我在家带孩子，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两个人天天在家喝西北风，感觉他一点都不焦虑。看看我们现在的生活状态，对未来真的好迷茫，上有老下有小，压力真的太大了，也不想把他逼得太紧，让他自己安排吧。今年各行各业都不景气，身边很多朋友也跟我们一样都失业了，正好也都处在年龄的尴尬期，工作更难找，真的太不容易了，希望我们都能熬过去吧。年过完了我却要失业了。2021年当时还是疫情的时候，我选择了创业，当时没有和任何人商量，就从银行贷款20万开了店，想着当老板肯定要比打工挣得多吧，但是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呢？抛开房租和人工工资，我每月几乎都是亏钱的。第一年我觉得可能刚开始生意不好在所难免，可能第二年就好了，结果第二年还不如第一年，后来不甘心又硬撑了半年，却没想到今年还是不行。算了一下，这个店我都快投资50万了。过年的时候亲戚朋友都说要不就把店关了吧，做生意是一个长期投资的事情，如果不及时止损，后面亏损越来越大，你拿什么支撑呢？我和老公都是农村的，很普通的农民家庭，这两年创业，公公婆婆把家里的收入都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也没有挣到一分钱。但是现在关门我又觉得不甘心，如果硬撑下去不挣钱，那亏损就会越来越大，现在我到底要不要关门呢？好纠结呀。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五一假期吗？信不信过完五一之后，将可能又会出现新的一轮闭店潮。
看完你们还会觉得实体经济还能坚持下去吗？今天特地出门走走，看看五一假期人们人头涌涌的繁华景象，看看实体经济的生意是否有活过来呢？五一假期来到中山，来之前特地搜了几家网上推荐的美食店，而且在比较集中的商业街这一片区。当以为只有部分城市经济萧条的时候，想不到别的城市也一样面临着同样的情况。来到这里，看到这一幕幕，感觉内心还是挺震撼的。我以为五一假期会人山人海，很多商家也能靠此重新活一把。但是现在看到大量紧闭大门的店铺，一片片荒凉的景象，通过细节是可以了解到这里曾经是很繁华热闹的，某当劳、某迪达斯的，有很多大品牌在这，还有青年创业集市、服饰潮流城、齐白石等应有尽有，还设置了很多停车场以便游客停车。但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么萧条又凄凉呢？有人说看到还是挺多人的啊，还塞车。但是你们知道吗？这些人流量只是以前的10%。以前五一出行、国庆节出游，无论你去哪都是人挤人，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呢，夸张点来说，可以在街上随意乱窜。我们一路往前走，店里人多消费的都是些网红餐饮店，对比其他普通餐饮店确实人会多些，但并没有像从前那样排长龙到半条街那么夸张。有些人进店也只消费卖得火的那几样产品，其他压根不会做过多尝试。现在大家出游都越来越理性消费，能省就省，很多地方去拍个照打个卡就完成任务。还看到其实是还有一些音响店啊、服装店啊在坚持开门营业的，但是基本没有人进去消费，甚至进去看的人都少之又少。估计店员也觉得郁闷，明明看外面人流比平时好了，但都是匆匆路过，毫不相关一样，这生意对比起来还不如平时的好。有一些实体店包括商场在遭受电商冲击后，选择改变一下店铺造型，或者是开通线上团购之类的，但对比之下也只是火得了一时，火不了一世。火一时的原因是因为新鲜和价格，火不了一世是因为产品和后续服务没有跟上。谁也不知道未来这趋势要持续多久，也不敢保证实体店什么时候能活过来。看到到处都是这样一片片商铺倒下的景象，或许现在的商铺入手价格是最低的，但是如果是你，你敢入手吗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